哎，咱俩真对不住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一迪，来自中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曼玉，来自中国。这是我们的话队友挑战。我这丁哥，你抬下头了，你看看你啊。哎，咱俩真对不住了。就画的实在是不太好，为什么？就是正常我是不会画牙的，但是呢，因为迪哥真的特别爱笑，然后一笑的时候就有点痴呆，然后我就把牙画上了，然后就觉得迪哥眼睛又大，然后又爱笑。这是我画的，可能我画的确实也不太好。我本来想画发带来着，但是我不太会画立体的。你给我画胖了，画圆了，对不起。我觉得挺好看的，我打8分吧，8.5吧。哎呦，See you next time.